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咁所以变咗喺嗰阵时嚟讲，感谢主啦。即系我父母本身佢可以话唔系穷奢极侈嗰种过佢当时叫做好富有嘅生活。咁所以变咗我都唔会好羡慕有钱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十几岁嘅时候已经觉得我哋自己已经系一个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喺咁嘅光景当中咧，我更加羡慕嘅就系话咧，系拥有爱心、拥有一个盼望嘅当时嘅教会，当时即系真道教会都唔系叫咁好，但系起码。即系睇到佢拥有一啲嘢咧，系人哋冇嘅，就系话佢哋就算唔多真理，但系起码佢哋嘅笑容啊，同埋你嘅爱心咧，系其实即系除咗佢哋教会自己内部问题之外咧，佢哋嘅爱心啊，嗰啲互用都系好真嘅、哦。而事实上，佢哋当中有嘅问题都系因为佢哋争取咗为弟兄姊妹嘅幸福而出现分歧嘅吓。咁、所以喺当时嚟讲，坐底嚟讲，以一个初信，我要求当然唔高啦。我又唔系教会领袖，又唔系带住一班人，所以变咗我喺初信嘅情况嚟讲。我好享受到呢种嘅信仰啊，好享受到呢一间嘅教会嘅。但系咧，当我初信嘅时候，我已经要破釜沉舟，因为我屋企即系你会睇到喺钱啊都咁严啦，咁更加咧佢好惊我咧去学坏嘅，又试嗰阵时翻真道，而真道嗰阵时已经话系邪教噶啦，已经喺香港嗰阵时电视啊，直情铿锵集都揾埋佢哋嚟搞佢，直情搞呢间教会。咁所以搞到即系你哋就知啦，即系喺见证上你睇到玉珍师母，直情系因为呢件事咧，即系俾屋企咧逼迫到咧好惨噶嘛。咁当时嗰间教会系我又系其中一个，因为咁而赶咗去加拿大读书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第一睇个时代，第二系因为我个家庭系超级反对，系极之反对基督教的，即系本身喺日常嘅言论当中，因为我哋信道教噶嘛，言论当中啊，阿爸阿妈。都是非常之反对基督教的。咁阿妈已经是非常之反对啦。但我爸爸咧好临善咧，都对基督教超级反感嘅。即系话你其他嘢唔会激嬲佢，但系你讲到你信主啊基督教，死梗咁滞啊。咁所以变咗咧嗰阵时我嚟讲，即系一个好严嘅妈妈，再嚟讲都好攞命嘅。但系如果你阿爸都唔帮我嘅话，真系我知道会死嘅，即系直成系会死嘅嗰种级数嘅。咁所以变咗喺我初信主嘅时候咧，那个抉择咧。当我嗰阵时一信主过，我都知啦，即系好轻易睇到阿伯拉罕呢段嘅经历同埋经文。你睇同我睇唔同 ，OK？ 你睇嘅时候系一件发生喺人哋身上嘅事嘅，但我睇你知唔知？我睇嘅时候系，我直接觉得系一件将会发生喺我身上嘅事。当然啦，即系嗰时候我自己都系细路仔，未有仔女啦，系咪？即系唔会话谂住系我会献以撒嗰啲啊。但系我睇到就系话咧，神要你献上嘅，会系你生命里面最珍贵。咁所以嗰段时间，我好中意睇《灵风吹来》啊，好多呢啲嘅见证嘅书籍啊，即系好多殉道啊，好多好伟大嘅伟人佢哋嘅一生嘅见证，即系好多嗰阵时有一啲即系好短嘅咁样吓，几百粒字咁样就一个故事咁样一本书咁十几廿个呢啲嘅故事去讲翻以前发生过喺好基督徒身上佢哋受嘅逼迫啊，受嘅迫害啊。咁当我喺初信嘅时候，即系所谓。未正式决定信主，甚至都未受浸嘅时候咧，我用咗半年以上嘅时间去考虑呢个信仰啊嘛。咁喺嗰阵时我睇呢啲嘅书嘅时候咧，我同你唔同，我系直成一路每一次睇一个感动嘅见证嘅时候，每一次流泪嘅时候，我都会反问翻自己：如果我系信主，我喺咁嘅光景，我会唔会做出呢一个伟人所做嘅嘢咧？因为圣经里面清楚讲过，就系话你人嘅面前认主耶稣，神喺天上。佢同佢嘅使者面前都会认你啊嘛，你唔认嘅话，神喺天上嘅使者面前咧唔认你噶嘛。所以呢啲咁简单嘅经文，当时我唔系去好似当旁观者睇，我系睇呢啲会发生喺我身上。咁当然而家就知啦吓，原来即系好早年话信主就已经系原来听到神嘅声音，其实系不断有个嘅概念啊，即系而家系知道系神嘅声音啦。有个概念就系呢件事发生喺阿伯拉罕身上嘅事咧，其实我一定要。在信主有生之年都预备好这件事其实是会发生在我身上。是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说这种你愿意为神牺牲到极致将你的挚爱都愿意付出的这种牺牲你愿意付出你才好信这个主。所以变成你能够想象当时跟普通人好像被人呃信主不同。我是
我是几经的反思，而不是反思这个信仰，我是反思就是我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我给的代价究竟可以带不带到圣经里面记载信仰的开始，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所做到的呢？因为亚伯拉罕所做到的是在我当时看的，已经知道，不是误解的，已经知道其实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起步来的。但是当然你说，即是你现在见到那些垃圾牧师啊、败类基督徒都不要说起步，根本都未，边都未嗨到，是不是擦边球都未打过，直接完全不用想他们。但是当时我初信的时候，因为这些是根基的经文来的，所以变成每个人看的时候，即是所谓同台食饭各自修行了。因为我的背景，因为我自己信主，我知道要付的代价，所以我看这些经文我是很有共鸣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说，现时我信主，我已经要付这个亚伯拉罕给数的代价，已经。但是问题我知道，咦，这个就直接就是信仰开始了。而并且我看回，咦，很多信主的人，他们信道啊，他们都其实是要经过这个程度。所以变成，其实简单来说，由我信主的第一日开始，已经预咗我有生之年咧，会遇到一啲好无理嘅迫害啦、无理嘅逼迫啦，而甚至系神要求我做一啲嘢咧，系会有生命危险，同埋将我生命里面最重要嘅嘢都愿意付上献祭。即其实我由信主第一日已经系有个咁嘅预备嘅吓。咁呢个可能同好多你哋而家喺太平盛世信主嗰啲咧，或者系石安喺街边大信主嗰啲完全唔同啦，系咪？尤其是而家呢一代咧，系简直父母嗰种嘅约束唔会大啊嘛。咁而事实上，我本身我嘅家族嘅背景系嚟自中国，咁所以变咗好，即系佢嗰个对于仔女嗰种严咧，系好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吓。咁所以变咗喺当时，我系经历咗一个咁样嘅决定。咁所以变咗，如果要总括嚟讲咧，有第一点可以讲话，其实我由信主嘅第一日已经要啊，同埋作出啊最坏嘅打算，已经系作出最坏嘅打算。咁所以变咗。如果要形容，我就算在当时都可以形容到我自己信主的时候的心是一个必死的心，即是不是说一个无死的心，是一个必死的，直接是必死。即是我觉得我一是不信主，我一信主呢，这度里面所的很多种的迫害啊，还有那种的程度，卫生程度，神一定会考验我的。创世纪第22章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思想起主的恩惠，最污的肮脏愿意洗，心中只想信靠上帝，一生不枉费，前尊一见永不会逝，全真心敬拜亦成无伪，纯全无愧，常坚守当初的爱，立志不会逝，找紧上帝，纵有失血限制，要坚持到底，尊卑富贫不计，未怕雨冷风凄，不管胜败交替，我这心血已情奉献香祭。